有一双鞋子，鞋子就鞋子呗，你瞅瞅你们，你瞅瞅你们，跟800年没见过鞋子似的。鞋子就鞋子呗，我床上还有个人呢，还在那儿打呼噜呢，哈哈的，呼呼的。那你们是听不见，我跟你说。把头发梳一梳，头发都油了。欢迎手指哥哥，手指哥，手指哥，你最近干嘛去了？手指哥，过年好，过年好，你干嘛去了？我都好多天没有见你了。如果情是遗忘人世间的浑水，我趟过。过年事儿多，好吧？我说呢，我说你怎么没有音儿了？你今天没回北京啊？谁说我今天回北京？谁说的？如果自暴自弃怨天尤明，那不是我。哎呀，不说了，我头发油了。你有一双飞翔的翅膀，还等什么？早知道我回来之后我就洗头发了，头发一睡觉然后再一出汗就出油了，你们看打绺了。如果历尽磨难受尽挫折，老天依然都放过我。过年酒，过年酒喝的多啊，好吧。你在老家呢？没有，我在三亚呢。然后这个现在在这边，后天吧，后天我就回去了，后天早晨的飞机我们就回去了。今天我们去南海了，我去，南海人太多了，真的是。你们以后啊，我跟你们说啊，就是这个妈，你把那个什么辣帘子行不行？就是以后旅游啊，千万不要趁旺季，真的。幸福的人请举手，上下的时间现在没了吧？我妈刚才弄东西呢，没事。欢迎我胖哥，现在还有我妈，我妈刚才弄东西呢。真的，千万别趁旺季出门，趁旺季出门能累死。这样出门人又多，又能累死，又能晒死，又能坑死。突如其来的那一声吗？吓我一跳！你以为是不是我在喊你啊？啊，你是不是以为我在喊你？天还依然不放过我，那么就让狂风暴雨来的更猛烈些吧。话说今天排队排了多久？今天排队排了，就排南山观音那边的，然后排了差不多，就光上那个游览车就排了1个多小时，然后上山反正就是去观音像，南山观音像抱佛脚那块。去包佛脚，去观音像，去观音堂什么的。是。你不休，我不想再问君有几多愁，心痛的人情。欢迎我们的大赞和赞。跟我走，幸福的人请举手。真的，千万别趁旺季来。以后再也不想，趁旺季来这种旅游景点了。什么玩意儿？什么狗屁玩意儿？是真的像新闻一样那样写的，跟下水饺似的。跟下水饺一样一样的。我在这挂机。啊，好。
好，你去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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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穷的我穷的让我只能淡季出门，就是吃，哎呀，吃饭也贵，做什么东西都贵。可以给我唱个生日快乐歌吗？可以，可以的，可以的，生日快乐，宝宝。现在过年觉得越来越不爽了，知道为啥吗？因为你没有女朋友，你要是有女朋友就不一样了。那你看看那些现在没有女朋友的，你问问这些人，回家相亲都相了多少次了？今天我表弟跟我视频，还说回去相亲了呢。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幸福，祝你健康，祝你前途光明。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幸福，祝你健康，有个温暖家庭。团长生日快乐，宝宝，然后祝你在新的一年里越来越好，然后财源滚滚。今天是财神节哦，今天是财神节，我跟你说。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幸福，祝你健康，祝你前途光明。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幸福，祝你健康，有个温暖家庭。快了，快啥？还有一两个月呢，一两个月你知道都过得过多长时间吗？三十岁，还没有迈三十岁的年关呢。嗯，这个，到时候有礼物吗？有。啊，有礼物，可以可以，一定会送你礼物的。到时候我怎么着也得送你，到时候我怎么着也得送你，就是这个一大盒巧克力啥的。就是你在新的一年里，就是跟嫂子的爱情甜甜蜜蜜。我要妹子，行了，别那么嘴炮了。你要妹子，我给你个鸭子，我妹子。妹。充气儿行不行？就是他不用动，你自己动就行。他所有的笑容都只为了你一个人，他所有的叫声也是只为了你一个人。充气儿的就来国外的吧。那是不是？那我那得多少钱呢？现在这个没事儿，我说的又不是那个什么。那得多少钱呢？我的天哪！谢谢。这事儿你们就是能不能送我点灯笼啊，送我点棒棒糖啊，送我点巴掌啊，送我点这个丘比特呀，什么钻戒啊，什么香水啊，什么这那的。我开播到现在，我的本场贡献第一个最高的是10块钱。10块钱。来，还是
哎呦，哎呦，哎呦，这不是我三亚瑶吗？起了这么个名字，哎呦我去！感谢我凉粉大哥邓老欧里给上，不好意思。汽水喝多了，感谢夏洋洋，你去三亚了吗？啊，我来三亚了。感谢木木林大哥，感谢通话中凉粉，感谢木木林大哥，感谢夏洋洋，感谢鸭鸡啊，上三亚干什么去了？跟家里人一块旅游来了，一个字儿没听着，能 repeat 一遍吗？就是 repeat 是重复的意思。我说跟家里人过来旅游来了，跟家里人，这个打不过呀，大哥对面都没上12票，大哥你说打不过，咱家是拉成什么鼻型？一组520都没有是吗？不可能，哥。兄弟们，大哥。我没说你拉，我是说我即便拉也不可能是。哎呀，我的，哎，你怎么能挑拨的你啊？哎，你小姑娘小心点，你就抓紧我。感谢我们的权益，谢谢我们的大盒子。感谢我粉哥，你现在到三亚哪个城市啊？对，到海南省的三亚是吗？对。啊？感谢凉粉大哥。我在三亚呢，然后在这个亚龙湾这边。亚龙湾，你打算在三亚待多长时间呢？我后天就走了。你就待两天呢？我17号来的。你17号去，一共是几天吧？嗯，一共是六天吧。六天，带着爸爸妈妈一起去的是吗？没有，带着我妈跟我姨，我们三个女孩子，三个女的。三个女的，你们都干啥去了？就现在三亚除了看饺子还有啥玩的？哎呀，我天哪，可别再忘记了，真的，我觉得太牛逼了。跟大家说说，跟我们这种没出过省的人，我前两天去省会了。哎呦，我们村这个消息都传开了，村长给我召开代表大会啊，跟我说这是一个去过我们省会的好青年，这是我们村的希望。现在我们坐在小板凳上，我们要听一个城市人去三亚的经历，你跟我说说现在怎么样。别来，真的，过年的时候千万别来，那真是跟下饺子一样一样的，就是跟煮饺子，这海边全都是那种白花花的准备下水的饺子。啊，准备，那海里面呢，绵绵的多少公里，海岸线上都是人。其实我们酒店这个海岸，这个海边还好，就是旅游景点什么蜈支洲岛啊，什么这些景点，人超级多，排队2个小时，玩10分钟。下海还得排队呀？不是啊，就潜水啊，这些娱乐项目啊，就是你玩这些，包括你上岛啊什么的，这些娱乐项目，就你出去玩去旅游景点，基本上就是排队两个多小时，玩吧就玩10分钟就回来了。你都玩啥了？潜水啊。你潜水了？潜了。还玩啥了？嗯，摩托艇。啊，你开的还你坐的？我开的。哎，我问你个事儿，感谢恒天大哥，那块就是那种，我之前夸个小胖大哥，我之前没去过三亚的时候，在我的概念里，三亚应该全都是帅哥八块腹肌，美女36D，然后呢，一个都没有。然后呢，在海边走道的时候，必须是这样的，兄弟们看好了啊，美女必须是这么走道。必须得这么走，我跟你说，那美女的走道上必须得是卯步。感谢我通话中大哥520，兄弟们还55秒，我给小班先上马甲哈，稍等，都得这么走。男的呢，这么一支，没有，哎，拿个水，戴个墨镜，上面支个伞。当我刚才那个美女走过的时候，直接没一躺旁边，应该是这种感觉。你这是欢迎我怎么打人？把小啊，小胖哥咋走了呢？不是，你是你家大哥，你太那啥了。我欢迎他，完了他走了。谁家大哥呀？啊？你家的511，他刚才来了，我欢迎他跑了。胖哥吗？对呀，跑了。
也不用补马家钱，就是是不是打算跟亲哥拜个年啥的，他就互相问问好吗？还跑了，跑了，没事没事，都自己家。他也没来我这儿。还有四秒、三秒、二秒、一秒，感谢通话中凉粉，感谢通话中凉粉。哎，你们都不守塔的吗？还得是自己家兄弟靠谱，我操！你们都不守塔的吗？他这智商，不大哥，我不说你走了吗？那你来了，我肯定得欢迎啊，是不是？那我不能为了赢我师妹，完了我回头卖我师妹，坑我师妹家财团，是不是？我必须得告我师妹你在我这块儿，但我不给你台阶下，那你，平均哈，平均，这是我自己家6600的啊，你别，有时候不能欢迎。行，大哥，我知道了，老弟明白了，下次你看我咋做就完事了。瑶瑶啊，这他妈是洛瑶，不是色瑶。这西莫你太伤洛瑶的心了。没事，那个我其实我也挺想去三亚的哈，这两天东北太冷了，你们北京还好点，北京现在都零度了。别来，真的别来。北京现在多少度了？零度了。零度左右吧，长春这边呢是零下15-16度，然后呢三亚那边呢？三亚这边20多度。20多度啊。没带点这羽绒服去啊？你别，我带了好几件裙子倒是。哎，我跟你们说，兄弟们啊，东北人去南方最有意思，有意思在哪儿？有意思在飞机场。我跟你说哈，东北人从北方飞到南方，下飞机以后，第一个地方肯定是厕所。上厕所呢也不尿，你看飞机上都尿过了，一堆人呐，搁他妈厕所里脱衣服，哗！棉裤、三保暖、鞋裤、秋裤，恨不得他妈东北冷穿条棉裤衩，裤衩脱了换条钉子裤、小短裤，戴个墨镜，啪走道哈巴道出来，我操的！因为太热了，全是温差特别。没办法，你总不能穿上棉裤，咔咔咔，我去往外走吧。哎，海滩真不是帅哥靓女那种景象吗？全是大肥肚子，一甩一身脂肪那种啊。哎，咋卡了呢？海南人民刚通网吗？这是？好像卡。是不是真卡，师兄？真卡呀。嗯，但我看你一直在擤鼻涕，这个又不卡。啊，是好的，你不看确实不好的。这小丫头一天一天的，我看你眨眼睛都那啥呀？这有啥滚刀的？你上去呗吗？这样，看加油吧。唉，感谢我们的，谢谢我们的大盒子，谢谢。感谢我们的灵魂，谢谢我们的鬼魂，谢谢我们的霸天，感谢大家所有兄弟们，谢谢，就都看着呀，不带守塔的呀，啊，不带守塔的呀，老大，你今天是不是玩累了？咋的了？感谢我胖哥，谢谢。谢谢我胖哥，滚刀吗？不滚刀啊！师兄，这不师兄看我是师妹，这不没有惩罚我吗？真的是，师兄不舍得惩罚我。说话懒洋洋的，哦，那肯定的。你想让我咋大声高歌吗？嗷嗷的吗？那不可能，今天是不太可能了，因为我现在处于疲惫的状态。感谢我们的霸天，谢谢我们的胜哥，谢谢。真气人，在自己家的时候，那你别在家喽，狗蛋儿，那你别在家了，那你出来得了吧，对不对？那你还在家待着干嘛？你还老说家是你就港湾，对不对？你要不待着，那你就出来。那会儿咋不卡了？那会儿啊，热也开的直播。还在傻呀，好吧。对，让我知难而退，也不
风港啊，行了，狗蛋儿他嘴里能有一句实话，我告诉你们，我就谢天谢地了。真是，我就能谢天谢地了。他能，你们信他说的这话吗？我都不太信他说的这话。真爱几年满级啊？真爱差不多五六天吧，五六天满级了就。我其实今天不想化妆来着，还玩吗？玩什么？玩什么？认识大姐哥吗？看来不是大姐哥说的妹子。你说的哪个大姐哥啊？你说的是我们家场控吗？感谢我们的书，谢谢。匹配在十二点，在十二点之后吧。你还不让师兄和你为啥？你敲门声进去是不是？然后再敲门声打我一下，然后再敲门声的回来。那我就懂了，我跟你说，下次当我看你一出去的时候，我就知道你去对面打我去了。那个国王。啊，那是我们家场控，怎么了？你说，成果，你说怎么了？是我们的 VP， 外面的处女座。场控，对，他是我们家场控，就是这个最大的场控。我们的场控这个主管。那我睡觉了，明天回上海了。你明天要回上海啊？那你现在在哪儿呢？现在在哪里呢？一起玩游戏，你们一起吃鸡是吗？等等，把这个棒棒糖走一走，有真棒的兄弟们走走真棒啊！你现在在安徽啊？行吧，那你赶紧去吧。那你去睡吧。你们要去回上海的话，你们唱首歌啊，兄弟们，有啥想听的歌不啊？有没有啥想听的歌？我给你们唱首这个，半壶纱行不行？算了，别唱半壶纱了。我来，现在厂里建新厂房，我来看看。行，那你去吧，我明天也要回了。好，那你们都注意安全。那你们今天晚上都早点睡觉，明天在路上注意安全。怎么天天看到你？你对洛瑶真好，对他确实对我很好，每天在这骂我。每天在这骂我，上海，他好像不是回上海，左手哥不是回上海。嘉哥不点啊，嘉哥不唱。不骂你，这么长任性。他老骂我，骂一下让你长记性。他骂我，我能骂死他。所以你知道吗？你看他现在，他基本上都不理我。啊，基本上都不理我，大公鸡不理我，不是不理你啊，胖哥，是手机的时候，他不好看见你打字儿，一下子就刷过去了。人家哪是不理你啊？哎呦我天哪！哪那么多熊毛病啊，上前度啊。
晚安，浅意，晚安。今年的冬天，无眠的夜，下起了大雪，烈烈的那天，你的眼泪冰封了记忆，过去再幸福也是曾经，晚了那雨滴，我一定不会再去想念死去的爱情，相爱只是一场梦，结局会在你手中，眼泪会告诉你什么叫做心痛。若再也不是你的梦梦，何必保留对你的温柔，拥抱最后变成了奢求，别在爱与恨之间逗留。左手哥，胖哥不是问你会啥，他是问你回哪儿。跟同学聚会了吗？这两天，你们跟同学聚会了吗？这一天你们相亲了吗？你们相了多少亲啊，兄弟们？你们有相亲吗？相了多少亲？亲戚太多了。说实话，我要走亲戚的话，那我都不认识那些亲戚，所以我幸亏我今年不走，要不我今年走的话。啊，那些亲戚我跟你说我都得先提前说好，就是能不能提前自我介绍一下，没有那么多时间，寒暄，没有那么多时间去了解这是谁，能不能自我介绍一下然后再见。啥星座你说我吗？成功，我是处女座，天天打麻将到三四点我都挺不住了。我不愿意走亲戚，要你师傅呢，休息了。杜外甥，你别刷屏，一看你就不是铁粉，也不关注，师傅微信，也不关注师傅微博。不相亲不聚会，今天我表弟还去相亲了呢。你们知道，就是我突然间发现我表弟是牛逼，再看看你们，真的，哎。就有种恨铁不成钢的那种感觉，就恨铁不成钢啊！那就是我表弟昨天晚上给我姨发了一个视频，把我姨妹给气晕过去了。你
你们知道是啥？你们知道是什么视频吗？他本来有一个女朋友，他那女朋友长得就很漂亮，真的是挺漂亮的，浓眉大眼，然后就是挺很好看，很好看。然后呢，那个昨天呢，好像又找了一个小姑娘，你知道吗？就喝酒，你知道吗？又找了一个小姑娘，好像是在酒店吧，当时，又找了一个小姑娘，然后搂着那小姑娘，这边拿着个酒瓶，这边搂着这小姑娘，说妈，你看这你儿媳妇儿。然后呢，这边这小姑娘咔啦啪啦一下就亲了一下我表弟一口，因为那不是他女朋友，把我姨妹给气够呛，没给气够呛。后来今天就问他说这是说那是谁，然后那个我表弟说不知道，我也不认识那是谁啊，我操，真的是太牛逼了。欢迎我大金大力哥哥，欢迎。感谢你们的无情，谢谢，两百找的，但应该是朋友。